现在我们要签迪拜，飞去英国，现在要去迪拜，6个小时，然后又在坐6个小时两趟，对，准备看事情了，这样，准备了这些事看。现在到了迪拜，我们两个人的样子。对，没有睡觉的，我这个力很大过，太大了。现在去找 gate， 又要在7个钟。对。哇，好漫长的。我的腰很酸。我屁股坐到很痛。坚持着，很快到了。这个在我身后的就是一个天地恋好大姐，大家看。喜欢吃韩国的最有福了，在这边。接下来我们去牛德拉。对啦，有钻石店，好大个！你去站旁边。哦，跟你一样的，跟你一样搞。还有他的衣服哎。你也很可爱，哇！以前一直穿那个。阿爸姐。这边有这个 game space， 这个在迪拜有，是这样的。到这边转机的时候，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进去打 game 一下。还有各种各样的 game， 就是这个地方，喜欢打 game 的人可以跑来这个地方看看，然后旁边。这边还有宽容咖啡，有卖衣服，也是有酒吧。第一个年，精神饱满，整个人精神，还有6个小时，很快就过，很快就到英国了，期待期待。Movie room.